还租给我干什么？拿书给我干嘛？哇，书里面有钱钱，你又把你爸爸私房钱收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有钱用了。好，我们再去超商买东西，好不好 ？OK。而且快过年了，妈妈都没有钱可以用，你有办法找到钱吗？啊、你拿这个干嘛？你要叫妈妈去当乞丐啊？拿这个去向下要钱哦？还有，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弄点钱给妈妈用？快点！你拿书给我干嘛？拿书给我干什么 ？A few moments later.书要干嘛？哇，书里面有钱钱，你又把你爸爸私房钱收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有钱用了。好，我们再去超商买东西，好不好 ？OK。爸爸嘞？
你那个嘴巴是怎么回事？